知道你最近怎样，但又不敢问你的情况，这么久还在这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五百天天天的想念，五百天天天的怀念，五百天天天天天数着每天。不是小孩应该放开过去的爱，接受未来，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角落，不能倒带，不能重来，为何继续装不明白，没有勇气，没有力气，不想面对寂寞。